大姐，刚才看的衣服多漂亮！看情景呢，我真要减肥了，不然怎么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呢？任好哎，你想怎么做啊？什么怎么做？我们现在一个东一个西，大家自由自在，不挺好的吗？刚才上人不知道你也听着呢，所以他乱讲的嘛。就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听，所以他说的才是真的。 就算不能当面讲，也应该亲口说清楚。说清楚，哼！你以为我现在还是18、20啊？如果有栋房子是联名的，有儿有女的，还能够谈清楚。可惜，就连一张合伙买的六合彩也没有，有什么好谈的？那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替你解释一下。哼！我那次隔盲肠的时候啊，你也亲自打过去了。我自己心里很明白。 不过大姐，你要真的打给他的话，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很好，越来越富态。哈，那个算命的算的可真灵啊！他说我今年走桃花运，哼，那个制衣厂的梁先生一看见我呢就约我吃饭，还有啊，酒家那个部长呢，看见我就笑眯眯的，哼，不知道多殷勤。怎么说啊，他也只是一滩猫屎，有几只苍蝇围着转也是应该的。哎。 啊，大姐有车，润好啊。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，我想呢，你也应该……我不会没有猫屎吃不下饭的。总之以后你不要再提他了，我不会再想那些事了。啊，我们还是想想买什么回去加两个小菜好不好？买点猪耳朵给爸爸下酒也好啊。大姐，我没事的。 你真的没事？嗯，这部车不是去跑马地的，我们搭错车了。哎，灯也不开呀！哎，大婶啊，你去旅行而已嘛，干嘛借这么大的箱子啊？人都能放进去了。哎，你买那么多东西吗？我就是用来放人的。什么？你不用怕，我是放我自己。箱子大一点，容量大一点。 抛下公海也没那么容易被人发现。大婶，你到地中海去散散心而已嘛，你说什么啊？哎，去仙游也说不定。我做你爸爸那个时候做到现在，我想你也把我当妹妹了，是不是？妹妹，是妹妹啊。为情为义，现在你妹妹的后事就要拜托你了。 大婶啊，你说什么呀你啊？你要记住，你把我和汉哥一起签的合同，哦，还有汉哥的照片，嗯，还有在公司一起坐的椅子，还有这件衣服，汉哥在亭子里给我披过的，你都拿去给我一起陪葬吧。大婶啊，真是他出啊！ 你现在是到地中海散心吗？喂，你搞不好在地中海能认识一个帅哥男朋友呢。我到非洲都没有人追，更何况地中海。嗯，那倒是啊。大婶，你也有很多优点啊。那你又持家有道，整间公司都是你打理的。还有啊，你有那么多的积蓄，你还怕交不到男朋友吗？有钱就不孤独了吗？你看看你呀。 你们家里边就像个垃圾站似的，那吃完了的罐头也不扔。哎呀，那还有啊，你看看你的衣服又脏是又臭，我看你啊准是一个礼拜没换了。那我刚才啊进来的时候啊，就闻到一股死蟑螂、死猫的味道啊，哪儿传出来的？嗯，不是死蟑螂啊，是死老鼠。哇，喂，大婶啊，老鼠吃过老鼠药的，你怎么这么不卫生啊？老鼠药。 我怎么舍得用来毒老鼠啊？就算有，我也留着毒人。什么？我要知道哪个女人抢走我的汉哥，我就用老鼠药毒死她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大婶，你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啊！这感情的事呢，不能勉强的。你们这些男人，一个一个的都这么说。大婶，没有一个好人。大婶。大婶，你们一句对不起，就可以污我一辈子。大婶，你冷静一点啊！我清华呀，我不是大伯父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们没有一个是好人，臭男人！ 喂，哼，多无聊啊！又一声不吭。嗯，哦，爸，今天是第5次无声哀嚎了，你把电话拿起来好不好？我要把电话拿起来，他会认为我很无情，他会死的。你不给人机会，沈阿姨又不敢吭声，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？沈阿姨啊，打这么多次电话来啊，也是想听到阿北说。 大婶啊，什么事啊？你说呀！可是阿北，你就是不肯说，就是不给人家机会哦。是啊，我就是明知道他打电话来，我只能喂，他又不吭声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的话都说完了，我讲清楚了，道理也讲过了。哎呦，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女人的嘴巴什么是非都讲，就是不讲道理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你们拿点真凭实据出来啊，沈阿姨不会死心的。 还有啊，你也知道啊，女人最怕被人骗了，被好朋友骗就更惨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看那些新闻呢，说拉姐和四哥呢，拉姐呢被一个20多年的好朋友呢抢走了四哥，哭得多伤心呢。是啊，爸，既然真命天子是好姨的话，那就干脆把他说出来，让沈阿姨死心吧。沈阿姨都40多岁了，这一辈子也过了半辈子了，别耽误人家了。阿北啊。 你喜欢谁呢？你就自己决定好了。沈阿姨呢？她有物业和现钞；那好姨呢，就有才貌和智慧。但是呢，始终是要你自己喜欢的，你自己说吧。是啊，小米说给哪个阿姨斟茶也无所谓啊。是吗？我这么说、是啊，我知道你们乖。喂，连小米也知道了，那不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？是啊，全个跑马地的人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次地震了，哎！哦，阿北不用怕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呢，全都是很成熟、很有头脑的，知道什么时候呢说什么话。现在蒙在鼓里的呢，只有沈阿姨和那个长不大的大力啊。大力那儿可不能让他知道啊，让他知道就7级大地震了，核爆都有可能。哎，你还这么大声，小声点啊！没有沈阿姨给你煮饭吃，你准是吃不饱吧？哎呀，真可怜。那这部电动玩具呢，最流行的。如果你半夜肚子饿了睡不着呢，你就玩玩它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知道吗？那这些袜子呢，拿回去给汉哥。现在没有我帮他补袜子，我怕他上班没有袜子穿呀。那还有那个洗马桶的，你拿回家去，家里那个掉到楼下去了。哎。 我要出门旅行几天，我去地中海，你要多注意身体，关心汉哥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看你呀，头发长了，要剪了，知道吗？沈阿姨，别对我这么好了。哎，我虽然当不上你的沈妈妈，但是永远是你的沈阿姨。你们有什么需要，我一样会帮你们的。沈阿姨，你这人真好，我替我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。 哎，何必说声对不起呢？罪魁祸首又不是你们，这都怪那个死狐狸精！我现在叫润好啊，帮我全面的去搜索他，把他找出来啊！对了，你天天都会看见润好的啊。那，这些鸡精呢，你帮我交给他，我想他一定很辛苦了。他那么坏，别给他鸡精喝。为什么别给他喝啊？总之就别给他鸡精喝。为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，为什么不给他喝？ 为什么？你说啊！番茄汁你喝光了，葡萄汁你喝不喝啊？杀死你！喂，徐先生，我忘在公司了。你来了，你看。我会赶到的，就这样了。好呀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哎，喂，你急着找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是想自寻短见吧？我有事要问你。 去找家餐厅，哎，有什么事在这说吧，我赶时间。是，哎，有什么事在这说吧，哎，我们不偷听的。是。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耽误你15分钟，15分钟都不给我。啊，好好好，15分钟，15分钟，我们出去说啊。 啊！哇，那这葡萄汁呢？啊，不好意啊，要不要拿武器啊？不是有了吗？啊，不，这个是真走了。哎呀，咋了？这阴风阵阵的，乌云盖顶啊，还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是啊，沈阿姨的样子好像很凶似的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要出去看一看。哎，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呢，还没做呢，你又想偷懒了？不是啊。 真的很恐怖啊！我刚才看着他血盆大口，满嘴发红啊！喝了几杯番茄汁，当然血盆大口啊！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大学生，有钱有房子啊；一个呢是人家妈妈。润好现在一心等厉声出来，大家共享天伦。他们怎么会干傻事呢？你是说他们不会出去厮杀和搏斗啊？哎呀，现在的女人很精明的，就算有问题，他们也不会厮杀搏斗的，最多大家研究一下怎么将那个男人分尸。对啊，哇。 大婶，你今天怎么老拿把锉锉指甲？什么事啊？哼，我现在才发觉，原来你这个人这么假，这么虚伪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啊？哼，我想叫你替我打小人。哦，打小人是我最拿手的。你想打谁呀？啊，我一定打得他呢半死不活的。 哦，你想打他是不是？好，你想怎么打？你看不见这个是谁吗？我是有眼无珠，难道你也瞎了眼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连自己都打？你说？啊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吗？我没有你这样的好朋友。看错你了。 原来你老在我面前说汉哥的坏话，叫你找狐狸精，你老是找不到。原来你看中了汉哥，原来狐狸精就是你。哎呀，大婶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好吗？我冷静得很，我事业有成，又是个大学生，我会跟你抢男人吗？看你这么富态，你的心肠不好啊。 你有观音智，可是你没有菩萨心肠，你处心积虑抢走我的老公。哎呀，大婶，我没有啊！你别以为我和汉哥没结婚，就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其实我们已经神交很久了。你是第三者，你来破坏我们。汉哥是个正人君子，是你勾引他。 哎呀，大婶，我没有，我们俩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啊。不过那次回大陆的时候，他看见我被欺负，所以主动帮我解围，说他是猫屎。后来我们都回到香港，我们也没有联络，也没有什么来往。大婶啊，我知道你爱他，我怎么会和他相好呢？就因为你知道我爱他，所以你就挑战我。你的猫屎不要你了，走了。 你也不必抢我的汉哥吧，你呀、你身为人母了，儿女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抢得过我这个黄花闺女？我知道我没条件跟你相争，大婶，但是你的手流血了，我被我的朋友出卖了，我心里流的血比我的手流的更多。 我的心又何尝不是在滴血？大婶啊，我真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。那你把汉哥还给我吧！你把汉哥还给我吧！哎呀，没有啊，我们真的没有啊！我对得起天，对得起地，我不会跟你争，不会跟你抢的。大婶，不过有一点，你一定要明白，就算我不理他。 也不代表他说不喜欢我就会喜欢你的吗？你醒醒吧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比你瘦，我念的书比你多，我又有房子又有钱，我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？哎呀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你说，他跟我抢男朋友，是不是我比他好？你说啊。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，大婶？哎呀。良人好，大肥鹅，你不要脸！我们以后再也不是朋友啊！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不会为你上香。大神，哎，大神，大神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大神，大神，大神，你听我解释！喂，你听我解释！哎，大神，大神，大神，哎，喂。 啊，徐先生啊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你约了人晒温暖，哎呀，我也想洗澡，我满身是血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啊，徐先生已经走了。他约了人去马杀鸡，你下次早点来。你不知道我们星期六1点就下班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不会了。这份是徐先生交给你的，你盖个章吧。OK， 我知道。先生，我想借洗手间用用。 哦，那边快点啊！哦，谢谢。哎，真麻烦，我约了阿妹啊，迟到要被骂了。哎，皮塔，回乡了。里面呢还有个女人没走啊，一会儿等她出来再走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赶时间呢，记住一会儿关门啊。知道了。千万不要洗不清啊！哎。咦，干什么？ 为什么喝那么多啊？我送你回家吧，美女。啊！走走，回去好吧。走走走走走。拜托，再给我一杯酒。大婶啊，哎呀，你不会喝酒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来多久啊？我来了8个钟头了，我还没死吗？哎，喂。 你的手怎么了？流这么多血啊！血！哎呀，他的心流更多的血，好多血啊！你胡扯什么呀你？来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来。哇，12点多了，任好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从来不会这样的。哎呀，糟了！ 你们说会不会出事啊？刘妈，你不要吓人了。刚才看电视新闻也没有看见郝姨，她现在不穿金戴银了，不会是猎物的。哎呀，现在这些人犯罪啊，不止为钱啊，那些为情为爱更恐怖啊，泼抢水啊，天打水啊，还有拿刀砍人呐！你乱扯什么？啊？你这乌鸦嘴！我怪你喝厕所水啊！哎，福哥，你别再危言耸听了，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啊。你以为我不担心啊？今天上午看见大婶把郝姨拉出去喝茶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啊？你还说呀，她是你阿姨，她一直那么疼你呀、啊。她现在出事了，你一点也不关心她。她出事了，你也不追出去啊？你什么不追啊？我追出去了，不过老爸说啊，好多活等着我干呢，叫我别追啊。哎，是啊，我二是说啊，沈阿姨呢是大学生，不会乱来的嘛。就算出事呢，也是阿北先出事嘛。啊，哎。 叉烧饼，你跟大伯父斗气好了，你别牺牲我妹妹啊！如果我妹妹有什么事的话，你不用烧叉烧了，你烧了你铺子啊！我早就知道你不疼润好了，润好从美国回来住在你这儿，你又少了一间房出租，不能收租钱了。不是妈，因为你现在高兴了，我们的女儿不见了，一女成狂。哎，我们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少养3个人呐。 你的负担轻喽！喂，爸，哎，叔啊，你今天中午是公报私仇啊？不是，是他就是心里有鬼，所以他有口难言。那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恨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是你人头猪脑，我说什么也要说。你看见大婶手里拿着把锉，一直在这锉，是不是？哼，本能那部电影看过没有？女人拿着一把锉就会伤人的。 你自己也看本能那种片子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你为什么还反咬一口来说我呀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大婶为什么拿着一把锉来我们3多呀？不知道。大婶为什么把润好带走啊？不知道。为什么弄得大家都骂我呀？不知道。就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这标准他呢，标准他。到了到了，哎，大人冷静点。哎，我帮忙。没事呢。哎，别生气，坐下来吃虾片。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你们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是阿姨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伤害别人呢？她今天早上还请我吃西餐呢。 啊！喂，大力，你几点钟见过大婶啊？今天早上9点。9点？各位，有件事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们说呀？说呀！1个钟头以前我在酒吧见过大婶呢。啊？怎么样啊？你也知道他一直不喝酒的，刚才喝了大醉，手上还都是血呢。啊，怎么会有血啊？哎呀，我看见他的时候是11点，哇，10几个钟头，什么也干得出来啊！还有啊，昨天呢，我还帮他提了一个人那么大的箱子回家呀。啊，砒霜藏尸。 老七，你听到没有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叫救命，是吗？是啊，啊，是女人，我听见叫的好惨呐！哇，这么黑，都下班了，哪还有人呢？哦，见鬼了是不是啊？我耳朵好的听不见，你戴助听器反而听得见。是啊，可能是助听器坏了。啊，算了，别管闲事了。救命啊！ 又白又胖，哪知道不能吃？哎呀，好饿啊！有没有水喝？电话又没电。哎呀，真是倒霉，祸不单行。不知道大成现在怎么样？ 爸和妈一定很担心我。哎呀，渴死我了，想喝点水也没有。啊，怎么还想上厕所呢？有人尿尿。哎，厕所是有声音呢。 润好最近夜里老是上厕所的，是吗？哎哎，啊，天福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当然修理厕所了，难道来吃饭了？哎呀，半夜3更修什么呀？什么时候不修？现在也是个时候修啊！我们老了，半夜被你吓一跳，心脏负担不了会死的。哦，晚尿一会儿也会死啊！哎，你来，你来。哎呀，你这是……您别这么大声啊！我好不容易才哄荣姨和阿琼去睡觉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 我想你们也不会睡得安宁了，煮了点热牛奶，你们喝了再睡吧。啊哦，咦，哎！哇，老爸这走路没声音，不过门声音很大呀。乖，润好呢。哼，啊，怪不得你不敢回来呢！你这个罪魁祸首啊！你不但不帮我女儿，你还不去找她。 啊！妈，全跑马地、铜锣湾我都找遍了，就连宝马山我都找了。你找过太平山没有啊？你找过慈云山没有？你找过大屿山没有啊？我知道你一直都不疼润好的，不过你也不能这么阴毒啊！你居然想在山上找到他？哎呀，我找到他也是死，我找不到他也是死。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？他们可能想让你以死谢罪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些废话了。 还是快想想润好在哪儿，出了什么事吧？我哎呀，可能真像清火所说的被大婶儿。哎呀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我们快去找那个疯女人呐！女人有时候狠起心来呀，收尸、烹夫、泼强水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哎呀妈，你别说的那么恐怖了。哎呀，又无凭又无据。哎，打个电话探探她的口风啊！你们打个电话给那个疯婆。好，我来。嗯。 啊，又是我呀！喂，他疯了！哎，我说了，罪魁祸首不是我，他是为情而疯的，他的目标也不是我。老婆，哎，我来。哎妈，那啊，打不打呀？打。是啊，哎，罪魁祸首是我，因为我太有魅力了，我知道。哎，不过。 润好出事，我也不安心的。好，我去找大神。嘿嘿，我本性也可以温柔的。哦，喂，爸爸，你这么晚了还不睡？走来走去的，再加上这些追魂科，我明天大早还要上班呢。不是啊，郝姨还没回家呢。惨了，沈阿姨会不会？哎，神经病啊！人家是大学生啊，她又有房子又有钱，位高权重，怎么会为感情这些事做出傻事呢？哎，为了钱就很难说。哎，女人真麻烦。 白白胖胖的，晚点回去我就怕他出事；干干瘦瘦的，我又怕他没人要。哎，阿北啊，你上次说帮郝姨呢冒充猫屎，你说沈阿姨会不会知道了你喜欢郝姨啊？哦，你要是为了郝姨而甩了沈阿姨的话，也合情合理啊。说到哪儿去了？现在润好肉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那大婶怎么会？ 喂，啊！你们有没有把我和润好的事告诉大婶？不，没有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没说过。如果让我知道是谁这么没头脑说出去的话，我割掉他的舌头，我把他脑袋挖出来。臭男人，给你买的衣服你都不要，钱都不要，你这双鞋也不要，用过的电话都是臭的。 这个垫子做过的也是臭的，我不管你，喜欢谁，总之你不爱我就不死也没有用。人家送东西，送鸡精，送燕窝，你送的是葡萄汁，还是过期的。臭爷明，你这副臭德性，该死的！ 汉堡包，汉语字典，川岛芳子，四汉街，从来都没有人使我这么投入。我要把这个臭男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毁尸灭迹。沈小姐啊。 天刚亮就赶着去机场搭飞机啊！去填海区，毁尸灭迹。哎，一定是看侦探小说看的太多了。哎，天刚亮就把这地方弄得这么脏啊！ 皮箱，大神，去填海区。我跟他也不是很熟，但是整天都听他说酒后会乱性，所以为了保持清醒，他平时一滴酒也不喝。他老说那间酒吧低级，又说那些男人都很丑，根本就配不上他这个大学生，就这些。那个大姑实在太恐怖了，一进餐厅啊就拿着指甲锉一直对着那个女人，还说捅死你，捅死你。 这些照片就是他留下的，那个女人就是这个。他拉着个箱子，说是去什么填海区毁尸灭迹。哎呀，这个人真是粗心呐！箱子里边还流出红色的东西，我想是血吧。哎呀，流了一地呀、啊，所以我就用拖把把它拖干净。我也不太清楚啊，我只去过他家里面，看见他家里面乱七八糟的，一股臭味儿。那他那个人平时有洁癖的，还有他家里面有很多老鼠药，他说不是用来毒老鼠的，用来杀人的。我想他只是乱说而已啊。 警官，你这么问也是没用的，我还是不知道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找到那个人。如果润好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这辈子也不安心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现在摆明了，你就是这宗怀疑桃色谋杀案的男主角。两个女人呢，一个为了你谋杀，一个为了你做了水底亡魂。哎，你这种男人呢，真不是好东西。你相信我吧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 那这个大箱子你怎么解释啊？我都说过几遍了，我只是把那些有关那个负心人的东西放在箱子里了，还有那个贱人的东西我都放在箱子里了，毁尸灭迹都扔掉它了。您那么辛苦，那么早花100多块钱搭计程车到填海区去扔垃圾，是不是真的那么无聊啊？当一个女人40多岁了，说出口人家都拒绝你，更无聊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呢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文娟，大神呐，文娟呐，我求求你啊！啊，你把女儿还给我吧。 我给你做牛做马做下人也不要紧的，不关我的事的。我们润浩有儿有女，他等着厉声出来团聚呢。大婶呐，你做这些事无非是为了那个彪冷汉的。我有办法，我把他们分开啊！我把那个男人给你，你把女儿还给我。不是啊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们润浩不会跟你抢男人的，他还预备当尼姑呢。是啊，大婶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大婶。 你放过他吧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润好，又胖又矮又没有腰，哎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爱你，你放过他吧，我娶你。我不要听。是就快点吧，事不宜迟啊，我怕再拖润好就没得救了。这里有关二哥，神灵在上，正义凛然，马上拜堂。来来来，快点，我介绍给你啊，我做主婚人，我当媒婆，你别害我妹妹，还给我。你们不要再说了，好像我是真的。 杀了他一样，我现在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看你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跟梁润好说的最后2句话是什么话？我说我恨他，我说、啊、他死了，我也不会给他上香的。你还说不关你的事儿啊？还我还想让他死？冷静点，沈莎莎。 你交出证件和保释金之后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警方在海边打捞到什么皮箱的话，你要随传随到，回来认皮箱的。什么皮箱都关我的事啊！如果箱子里有尸体，也关我的事吗？谁叫你到处乱扔皮箱呢？你自己心里有鬼！啊，那皮箱里有山埃和有白粉，也关我的事啊！那你更该死！你等着去坐牢吧你！等着坐牢吧！哎，他这么做啊，一定会得到报应啊！ 你们干什么？一个个都瞪着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合伙耍我，想冤枉我，害我坐牢，好让润好和汉哥双宿双栖，是不是？是你们就直说，我不是那么喜欢他的。你们别告我了，我不会跟润好抢他的。那大不了我发誓，神灵在上，我不会跟润好争的。 我好恨汉哥的，他满嘴的烟油牙，嘴又臭。以我熬了这么多年，我有3栋房子，2个车位，有100万外币，我怎么会那么傻杀人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多嘴了。你不止多嘴啊，你简直没有头脑啊！怪不得你老爸说要。 割下你的舌头，拨开你的脑袋啊！你这个人头猪脑啊！待会要去菜市场买猪脑给你补一补啊！妈，我人头猪脑不要紧的，最要紧是保佑好鱼平平安安的回家。你现在说好话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是你把这件事告诉大神啊，他怎么会约好鱼出去谈判呢？你的一番好话把好鱼推上死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沈阿姨对我这么好，我想我告诉她，她会对我更好嘛。你这个猪脑啊！ 就算你爸不喜欢好姨，也不代表他会喜欢大神的。这个世界上不止好姨跟大神2个女人嘛。你这么说，你不喜欢雅莱，也有可能会喜欢别人。你这个该死的，是谁告诉你的？我你才该死呢，是你告诉我的。你找死啊！你以下犯上。你找死啊！推我的头。你才找死呢！推我的头。你才找死呢！哎，要不要喊救命啊？救命啊！我没有啊。是里面有人喊救命啊！救命！ 外面有没有人呢？请问你是不是喊救命啊？是不是有事啊？我是大力啊，你说啊？是啊，我叫于琼啊。你认不认识我，或者是我认不认识你啊？啊，你们认识我的，我就是好恶的好姨呀！ 好鱼啊，好鱼啊！这只鸡腿又白又肥，我给你吃。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又白又胖没有用的，最要紧就是能吃。哎呀，润好啊，你别狼吞虎咽的，你刚刚捡回一条命啊，你又想噎死啊？哎，你看润好的样子，吓得魂飞魄散的。阿琼啊，他吃完了呢，就拿2瓶珍珠粉给他吃。不是应该吃燕窝的吗？哦，不用吃燕窝，吃珍珠粉就行了。那加倍给他吃2瓶。哎，吃什么没关系，别像大婶那发神经就行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误会人家了。 妈，差点把人家剁成肉酱啊！你还说什么五马分尸，又说溶尸啊？哎，最难听的就是鞭尸啊！哇，那不吓死大婶了？可不是吗？吓得他对天发誓，他说宁愿不喜欢彪悍了。这么说，大婶也不是很喜欢大伯父哦。是啊，大伯父也吓坏了，他直说如果会害死润好的话，那宁愿不喜欢润好了。不过我看得出来。 他不是这个意思，神经病！最要紧的是人平安无事，是不是？爱情的事，哎，无所谓的。啊，你们有没有通知大婶我没事啊？啊刚刚才通知过呀。那你老妈说呢？宁愿让他和彪悍去认那个皮箱啊，这样让彪悍呢，吓吓他也好啊。有什么好呢？彪悍也是我们自己人呐。是啊，哎，无所谓的。 报复心是女人的天性，但是好奇心不是我们男人的本性啊！啊，哎，我去开门啊！哎，沈阿姨，大力，爸啊！哎呀，润好，润好！哎呀，真是你！是啊！哎呀，这可真是真的，汉哥。你没事吧？这2天，为了你吃不下、睡不着，大家都很担心呢。 哦，我没事，谢谢。啊，大婶啊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没事我就没事了。我有3栋房子，2个车位，100万外币，我还要留着命来享福的吗？哎、对，你很失望吧？啊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大家也就放心了。慢着，啊，我的感情线还是放不下。那汉哥，你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跟我说清楚。 你说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到底喜欢谁呢？啊，我上趟洗手间。哎呀，这次真是麻烦，不可能是我，千万别说是我，我长得又胖又没有腰，穿上红色衣服像油桶。 穿上花衣服像卫生纸筒，还有我这颗痣比眼珠还大，我真……你这算什么？又不表明立场，可是你又抱起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来来来，你小心点啊！你别打烂了全家福的照片呐！哎呀，别吵了！是啊，以和为贵嘛。是啊，再吵就上警局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总之我喜欢的不是你，对不起了。大婶，大婶，大婶，骂谁？ 咦，怎么没声音了？难道都走了？咦，怎么所有的人都走了？难道他们怕面对？哎啊！为什么你？我没走。 他们都走了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一把年纪了，一把年纪的人呢，就本来是不应该谈情说爱的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要说的话呢。 我要跟大婶说的话都说完了，要跟你说的我就没说过。我想我爱上了你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。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，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哦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